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那么非常不好意思哦，昨天的影片我漏掉了一个第十八关第二个结局，因为一次车祸我毁容了，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。为了修复好脸蛋，我找了一位整容医师，他很有自信叫我放心，他给我动了手术，又替我输血，给我药吃。他说第一次不收我钱，我不理解什么叫第一次，结果我真的恢复了美貌，而且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。好，就是这个血包，吸血鬼最爱的食粮，就是给女主角吸血。感谢眼尖的观众为我发现啊，我就用这个短影片来补齐吧。相信大家都猜到了啊，不知为何我的皮肤越来越有光泽，而且再也不感到肚饿。难道是这个整形医生咬了他一口？好吧，最后也推荐大家去看前两个影片，这个下一秒鸡皮疙瘩是一个很有趣的海龟汤游戏哦。OK， 全程就达成，拜拜。